50块硬币投下去，音乐响起，娃娃夹启动，但这台娃娃机夹的不是娃娃，也不是玩具，而是玩掷骰子。 小盒子里放了5颗骰子，只要出现特定点数组合，像是出现5个1点，就能换到头奖20000多块的苹果手机。二奖也是价值上万元的吹风机，骰子娃娃机就放在酒店大厅，吸引不少酒客掏钱试手气，用50块小钱博取价值上万元的奖品，以小博大，也引起警方注意。它在那个橱窗里面并没有所谓的保价金额，价格悬殊又十分的大，它投50块，但是可以去博取。 价值大概1-2万的商品，那对那个就违反，就涉嫌违反那个。 赌博罪，因为有以小博大，玩法就像传统的洗巴辣，只是庄家变成了娃娃机，机台没有经过申请就大改造，也让商检局认定这就是一台赌博机。机台台主虽然赚钱脑筋动得快，但涉嫌赌博被依法送办。酒店业者虽然表示只是赞助场地，没有获利，想撇清关系，但没有电子游戏厂牌照，一样被函送。记者赖冠璋、黄旭，台南报道。